水手公投气候保护法案通过了，将近60%的民众来支持2050年实施碳中和。日内瓦会场头前，影像活动海布顶馆，俄罗斯总统普京拿好人持一张同意票，伊就开始因为假条来出来加速。顶馆文字水平支持气候保护法，都是支持水水顶馆，不是普京的酒友。Alors j'ai voté oui, mais j'étais un peu déçu, honnêtement.Parce que 2050, c'est loin. Ça, il faudrait voter pour 2030, me semble-t-il.水素18个人气候保护法案公投，59.7%选民支持绿色能源。这法案主要目的是为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各地自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水素政府表示，阿尔卑斯山冰川融化速度真紧，研究显示自2050年到2022年之间，冰量减少1/3，因为爱保护国家能源安全甲环境。反对者认为气候保护法案相关措施会让能源继续提悬。After having lost the CO2 law voting, I think this law is very important to just have this signal that Switzerland is willing to act to achieve the Paris Agreement. But from our figures, we actually see that Switzerland need to go net zero 10 years earlier.2021年，水素为达成巴黎气候协定减碳目标，希望家庭节能税加机票税，举办二氧化碳法案修订版的公投，不过最后冲关失败。水素4/3能源靠进口，所需要石油、天然气拢来自国外。气候保护法案承诺，10年来提供10亿水素发动相同新台票，688亿的财政支持，取代石油或者是天然气，各提供12亿水素发动相同新台票，413亿推动企业。能源绿色转型，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